次求助于你，你会伸手救援吗？你如果再一次，我们就不要拍了。怎么办？真的不出五人，那就麻烦你了。大师，可以拜托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拜托你。欢迎收看，真的不一样。那你知道最近我发现啊，我整个人真的很好。我看到一些长者，我就想去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很好，爱心。我带你去晒太阳。不需要。我现在是青壮年。哎，可是你不觉得我很同情？我自己会晒太阳。不是，哦，所以是需要的喽。不需要，我自己会。我帮你拍背。我能自理。拍背。不用，不需要。我这是同情心的表现。我跟你讲，同情心人人都有，当然表现的方法不同，或者是表现的状况不同，对不对？还是你要帮你翻倍？不用翻倍，我没有。来，陈老师，今天我们邀请脑内专家温迪来为我们出题。今天我们要测的是同情心，同情心会对我们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这个在我们人这么瘦弱呢，这么需要大家互相帮忙的社会中，同情心变得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同情心，我们就没办法演化下来。没错。可是呢，同情心在雌性和在雄性上面方式会不同。那是当然，就是人类社会没有同情心就会崩裂。嗯，对。好的，接下来给各位预告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会参与演出，我所有演的都是假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请不要误会我，好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坑哥里面会参与演出的部分，还有操控灵眼的部分，都是真心。喂，好不好？我是为了你们的欢乐，好不好？马上进行第一组测试，请看。今天要来测验人们的同情心，当遇到亲寒有困境之人，是否会怜悯伸出温暖之手，帮助他度过难关呢？首先上场做测验的是幸福人妻许乔可，即将是两个小孩的妈，她的同情心会不会和母爱一样万丈光芒呢？而测验就从假导演邀请许乔可拍摄短片为由，还谎称为了她找来一位造型师量身打造完美造型说起。好，来，这是我们这个造型师。许乔可，我好喜欢你。那你们先讲一下哈。我以前演《老婆大人》那个里面那个小孩角色，我就好喜欢。哇，那很久了，没有那个。然后那个啊，像我阿公，特别喜欢看你哦。然后他现在老年失智症，他都不认得我，可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他都笑得好开心哦。我要去你家看。可是他现在生病，卧病在床，所以我就是要裁减很多份工作，照顾到他家。啊，你说她老公也好帅哦，她老公好帅哦。你老公也好帅，我在节目上看到你们在谈综艺节目啊，然后我看得好开心哦。可是就是因为我爷爷啊，他现在就是生病，然后住院，然后我要负担医药费，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做得了，而且你结了婚以后啊，胸部变大，人就更漂亮了。而且我看你结婚以后，你胸部变大，身材变好，生完小孩人变好漂亮哦。他真的有在听，因为他刚是捧上腮帮子是打，就是鼓起来的，那种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对，他是真的相信的，好不好？来，动作快一点，那个服装。特别挑选了两条项链，我觉得很适合小可的风格。哎 ，Hello， 你眼睛有问题，你选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波西米亚风啊，女生都很喜欢的。时尚妈咪耶，波西米亚风。你是要让我们拍到中风是不是啊？你找这种东西干嘛？我觉得这个很……这打赖奶妈吗？没关系啊，这个蛮适合去。这能看吗？他戴了能看吗？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戴上去，你整个在咖啡厅戴成这样子。不会啦，他是给戴手链。又是来念经的。戴手链。风哎。什么？这可以戴手链 ，OK 啊。那OK啦，要帮他，可以啦，明明就很不可以，可以。硬来。对。这个欧洲复古风的帽子，这个复古杂志现在很流行。哎 ，Hello， 你有认真在找帽子吗？有做。今天没有大太阳，在室内戴这样的帽子干嘛？可是维多利亚欧风很配咖啡厅啊。配什么咖啡厅？而且小可很像贵妇一样出来笑的。阿伟，你过来。而且你有没有监督他去找这个，找这些服装？你熬夜找这些东西啊？我熬夜熬了很久，而且我很努力看那个杂志。你有看我们脚本要的是什么吗？有啊，就是哦，小可一直被夹在中间哎。导演，你不要这样讲，这样讲我很难过哎。你去是不是？
导演不要这样，真的。你除了这个帽子还要找什么？刚才那个饰品、手表呢？还是其他的？还有什么？我有一件衣服，我去拿给你看看。赶快，赶快！接下来你就要很难过的样子，君君很难过，失去信心。个平常人不会带这种东西。傻眼，傻眼，他刚刚说哇塞，给你过来，你过来，站好，站身，把那给镜头看一下衣服，这是你找的衣服，哇塞，小可爱，小可爱，傻眼，正常人都会傻眼吧？需要这样能看吗？导演是不是很讨厌我？我不是很讨厌你，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有在针对你，小可爱，不好意思，我们这是。网络的形象广告，他第一次啊，第一次的啊，袒护他。导演，你不懂，人家整个穿起来的话，配起来很好看的，真的。不好意思，他可能觉得就是宫廷风，就是可能他觉得是英式下午茶，真的很英式古堡里面的感觉。没关系啊，没关系嘛。懂这个女生，你先说我不懂啊，那我怎么当导演啊？我请你来试试讲我不懂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因为男生的眼光跟女生不一样。所以你说我眼光有问题哦？你说小可眼光有问题哦？他愿意穿吗？而且导演，还有其他衣服吗？没有哎，可是这个我……你准备一件来，就这么101件拍这今天一整场。傻眼！你准备一件来，现在其实很简单，是因为这个片子拍出来绝对不能看。这不可能让你这样穿，你穿这样子。你有办法十分钟之内给我换回原本当初厂商要定妆的那个照片的服装吗？照片的照，这个真的就是跟那个一样的，很像。你是看到鬼是不是啊？你有问题是不是啊？我现在在跟你讲话，我现在命令你做事，你现在在跟我讲，坚持要用这个是不是？照片吗？这个照片你有照片？有拍到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刚刚厂商打电话过来说，我是想请你去过去想讲一下到底要怎么设计。现在你马上给我说服小可，不好意思，你先坐，你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种场面，没关系，没对，不好意思，对不起。帽子马上给我换掉，不要这种东西。跟小可讲说，求求你，求求你穿，不然我就失去工作，还有以后厂商都不会借我衣服了。我 OK 啊，如果他要的话 OK， 因为这个我穿进去了，让我出去啊，你可以帮我穿穿，我穿应该会变，就是胸部会打这里。不会啊，这个可以拉起来，因为当然我怕我以后在这一行都没有办法。可以穿，可是你知道，就是现在。是我的胸围已经到这里，这太窄了啦！你人这么好，我进不去啊！我的，你可以跳跳看，你可以帮我忙吗？我如果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可以穿我 OK， 可是如果我进不去的话，那怎么办？好，那不好意思，来，所以处理好了吗？差不多，他可以试试看，但是我可以试试看，但我没有办法，肚子不高，但是我干的，所以你们没有讲，就是你好，我里面穿可以。对，所以这个来，摄影师，机器都放下来，来，全部收，全部收。不要这样，他说他愿意。你现在让一个艺人没有办法拍，那我导演在那边干等。你叫导演小声一点。搞什么东西？厂商在问我 O 不 OK， 我直接回答 OK。就导演，你小声一点。导演，你现在小声一点，听我说，他说。你怪我讲话很大声，是不是啊？是你这样，等一下，我们先等导演这一段，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很不 OK。所以你也过不了，我一定过不了了。但我如果我穿进去，厂商过不了，我不会发言。现在问题就在你身上嘛。是他想来说，我是想他愿意试试看。那如果试试看 OK 的话，那我们就做改。我告诉你，你现在这种态度给我感觉非常的差。你说，请你尊重我，我也是一个人，你一点都不敬业。你让我在艺人面前骂，你不要那么大声，猪狗不如啊！我也有很多压力，你很多压力，跟他吵。我全部都是压力，全部来看我。我也是压力，我也有压力。搞什么东西、啊？不要把我冲破了！你大叫，我也有压力啊！我也有我的压力耶，我找得很辛苦，而且你们服装就是这种样子啊。堂哥面临有史以来难忍的笑场窘境，把这个打开，倒半瓶。好，在上面。如果他边倒，他就烂透了。很多演员也都来挑战的，对、啊，全都麻掉。再喝一点水，很强，是不一样演员性格搬出来的。然后我就会上那个三明治。
可以去湿润的。他笑死了。